不会啦，没关系，我再给你就好了。阿弥陀佛，没有在家里的凤凤那边。在你的床旁边呢、啊，一直都在陪你睡觉嘞、欸。他每天都在陪你睡觉嘞、欸。地上有油是不是？九万，地上有油。你怎么了啦？你喝醉了。疯啊！是阿公才喝醉，是阿公。真痛。我来抱他睡。不能让他睡太久、欸。我是发现我们家有点湿湿黏黏，就过来了。可是这边是朝北呢，他们那边吹南风。三只小鸟。没事。三只小鸟很怪。代表你缺。对，缺一年多了。你缺一年多，我都十几年都不在讲了。笑死！你叫谁？国王，你是国王。你叫妈那边好不好？哇，今天缘分对我太好了。哇，不要啊！小姐，小姐，你刚刚为什么笑？现在不笑，笑不笑？小姐，来油网哦，八条，对。小蝴蝶，好可爱呀，可爱死了。小蝴蝶，啊，这样的状况会几天、啊？你脸要露出来了。对，我脸露出来。那你要看着你的手机。大概都三四天。哎、欸，他真的一直看镜头、欸，哎，真的是，怎么这么聪明的小孩？哎，他们哎呦，累，不要推过去了。百斤呢？不要推过去了，你不要推过去了。推过去会弄到哦。起来吧，你在给摄影机拍吗？上次有带来了。你看大家都拍到你了，拍到你在弄阿公。我每个礼拜都带啊。在我们公司爽的。哎，你刚刚有喝吗？有，超硬的。为什么？还好。哎呦，撞到头了啦！还抱抱。我抱抱。为什么抱啊？阿公在玩牌啦，发财。你要跟阿公一起玩吗？啊！打到闹自摸哎！哦，那还好。我庄家发财，对啊，看到没有？庄家发财，亮牌，五万我要碰。一二，是在我哪里？小鸟，小鸟啊！亲爱的小鸟。几天没洗啊？我不知道。哇！啊，他在讲。两天还是三天吧？在讲的话。哎呦！哎、欸，你姐。你们在讲。超过三天没洗的哦。我们两个。哎、欸，你们都在比那个。你有心的。然后他们九万看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就看到那边，我就在讲。难怪我觉得你的头顶有点油。二条，自从把电收掉之后，把电收掉之后怎样？没有，就是比较轻松，比较不会过年难过，忙得要死要活。结尾想那个没办法吗？没办法。哎呀，琪琪这样决定，有好有坏了。对啊，我说你自己看、啊。有好有坏。我也不能够给你出什么意见。他自己有很有那个。刚坐在那边，他就开始要。对啊，他就这样。琪琪还年轻呢。我。这个就是要撞一撞，花个钱。买个经验不错嘞，人家不想做美发嘞，他说要去考那个保姆证照。啊，有小孩会改变的、啊，很多做美发的有小孩变蛮多的。嗯，哎呦，啊，我听到很漂亮嘞，我两只嘞。哇，绝章了、欸，我还一只、欸。没有了，对呀、啊，没了。中洞庄家，老婆。九万了，真的？
来做私密你停产了、啊、没有啊？五万。你上面哪个？来，你上面哪？我。啊？你属哪？哦。是笋啊，说叔叔是看笋啊。绝章啊！啊！对你们真好。不要二姐了，那你都没。没有，我想在那边。穿插开吗？要懂。哎、欸，你是生两个初期也是没办法出去。嗯，家准。我也不是太想，因为很麻烦，几乎没办法出门。因为我们是有车可以出去，然后就是麻烦。嗯小孩会哭闹吗？对啊，带哭闹是不会，是那个还好，不是那我们那两个嘛就比较不会在那边哭闹啊。我是觉得很麻烦，你要带一大堆东西，比如说你吃个饭还要带奶粉、奶瓶、湿纸巾、尿布，哦，那个好麻烦，对啊，对啊，很累。好。哎，哎，我的八条错了。哎，三万，
线塞在那个洞里面，都比较好看，结果拉不出来。这是旁边肉啊，因为一直在抓那个线呢、啊。那佛珠是他吗？刘强那时候买的那个吗？从来是。哎、欸，摸到200，我要36，那、红中都碰不出来，你在做大牌对不对？